乌甲白，做官官看世间，有人作恶作毒，面腔自卑，笑中带诈，白壁插红花，花中唱起，伤害别人，伤害家己，伤害别人哈。这首诗是这样哦，因为在教堂旁边，我看到有一个雕塑，那雕塑是做的黑的哈，然后这边的墙壁有花，然后是白的，所以让我想到黑白两道，因为很多地景哈，它其实经过了作家的书写，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有意象的东西的哈，所以我就先从这个雕塑这个人做遮观观看世间嘛，咱常咧讲遮观观。看马小谈，吼，安尼坐观观看世间，就是他坐在很高的地方看到世间，所以有人作恶作多，有人做坏事嘛，很多人做坏事，虽然他面带慈悲，但是他笑中有诈，所以讲利多利多必诈，利多必诈，这是咱台俗语嘛。所以我们在讲的是说，这个世间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明明是想做好事，但是他只是借用做好事去做坏事。哦，这是你讲这个嘛？啊，白壁插红花哈，这是白的哈，就说啊，虽然有的是非常正经的，但是你不要看他很正经哦，他这边还是有刺，这个花里面还是有伤害人的气。你想害要害别人，结果是伤害到自己哈。那这样的形象，就是说，你当你看到这一个地景图像之后，你去想说，我想借用这个虚实的东西。我们知道写诗它必须有一些正面、反面或者虚实，哈、哦，就是讲这物件拢会在去转换嘛，哈、哦，这玩意。你两讲啊，变作阴阳也可以啊，阴阳太极的阴阳八卦拢会在有。所以我们要赋予一个地景的生命，就是看你这个文学家，你要在这个文字里面，这个诗的意象里面，放下什么样的思想跟情感。哦、所以你看我是用乌甲白嘛，所以你看起来就两个乌甲白，这是趣味趣味的。所以你读了这个诗是啥？诗读完以后可以让你变聪明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透过诗人的语言文字，然后你可以去想象，因为想象的开发是创作力的源泉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假如只是背书，没有办法去创作，因为给他考试而已嘛。所以我们的教育里面只有考试，没有去培养小学生想象嘛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啊，能够透过一些各种节目来带着孩子去做想象。你这脑影像都看我，还是无影像？这样讲嘛，没办法。来，乌甲白，遮观观看世间，有人作恶作毒，面腔自卑，笑中带诈，白壁插红花。花东唱起，伤害别人，伤害家己。